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第30愿，乐如肉净愿。那师长在讲解这一愿从194页开始开解像第一行就提到了人在烦恼的时候火气就会往上升。心无杂染浊就会离一切烦恼。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执着，执着就错。这里具体指导我们怎么用功举了《金刚经》上啊。教须菩提尊者其实也是教我们这个不能着相一着相了，那是教须菩提的，不是教我的。一着相不择受用一着相还会生傲慢哦，那是。老法师讲给初学的，不是讲给我听的。这样慢心会不会增长？这是修行的关键呢，不能取相分别，取相就着相了，一直成病。所以为什么说不取于相？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要靠个人。请教大家呢，我们昨天有没有生烦恼？假如有呢，那就是有着相到底自己执着的点在哪都不知道。那就不能改正了。修行是修正行为、错误的想法、看法，那就是那个想法、看法又执着说法、做法，心上有执着讲出来的话也会偏。不能中正了，就容易造口业做法，心偏了，心有执着了，做法也会偏。所以从根本修从心上修了。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观心为要。关照自己的念头要敏锐比方有同修说到了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说这一天念佛没有念一万那不叫念那诸位同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段黄老的教诲？哇，你们都没反应我现在镜头看到你们有限，
好，这个教学要有互动啊，哎，你们有没有曾经呢？哎，听一个教诲啊，然后开始，哎呀，咋办呢？你看，善知识是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怎么我们听一个法开始在那烦恼了？哎，所以听法就会听出执着来。你就看这不取于相啊，不简单哦。啊，为什么？早上讲经的时候都提到大乘起信论，指导我们怎么学大乘呢？啊，离言说相，哇，一听一万声完了啊，我这是阿弥陀佛哇，那我一整天都念，才念一万呢。啊，那我每天还工作嘞，好的，生烦恼了。啊，依义不依语，啊，这个都是在指导我们呢，不要执着言说。啊，为什么黄老说不叫念？因为你一天。佛号念得不多啊，你铁定妄念很多嘛。那你念那么少，妄念越来越多，那你不是节节败退吗？哎，不进则退呀。啊，所以这一句话是提醒我们，佛号要越来越多。那你假如念得慢，比较能摄心，那你就要了解你的佛号，你念的时间要越来越多，而不是着在这个一万声当中打烦恼哇，那你假如看到藕益大师的教诲，那你就昏倒了。藕益大师说念佛或3万或5万，你说那我不用修了。人家3万5万呢，怎么念的？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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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追顶念佛是吗？不让妄念进来。哇，现在我们看到，哇，念那么快，我们也着这个念快的相了，念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又一个执着产生了。你念佛要摄心得了啊，你不要又着在念佛的相了，你忽略了你的心定不定啊？哇，那3万5万每天在那里赶啊赶，赶到最后呢，那个着急都变习惯了，一念佛就心脏就开始跳了，不，心脏本来就会跳啊，心脏就跳得很快了啊。哎，你什么都会变成习惯了。师父领进门呐，修行靠个人呐。我们修行的路上，就怕那个性格里面那种执着劲儿上来好，所以这个。不取于相啊，就不能着相。那听法也不能着相。好，啊，离名字相，那名词术语啊，不要太执着。啊，那是佛讲经说法啊，立的一些名词术语。哎，有时候太较真了，
也会影响你的心。哦，像陈德还记得有一次在澳洲，我讲完课有一个同学就紧跟着我跑过来，法师啊，你刚刚哪个字念错了？他一说那个念错的字啊，台湾跟大陆的念法不同。我一看到他那个劲儿，哎，谢谢谢谢，哦，谢谢你的提醒，那我假如来一个直坐劲了，我们台湾就是这么念的，你看，那不杠起来了吗？哦，所以老和尚在教我们不要执着，我们要学到了。今天你会起情绪了，你一定遇到什么人跟事了，一定是我们的习气呢，跟对方的习气杠上了，我们才会起情绪，不然你就恒顺众生了，你就随顺性德了，有什么好起情绪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两只牛，牛角在那，这样？西班牙斗牛，你会修的话，看那两只牛在那，回光返照啊！我最近跟某某人杠了好几天了啊，都不说话，冷战。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哦，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跟老法师学呀，学得像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的爱好8个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当然要提醒一下，很没有原则的人都乱顺我都顺了，都顺，一些原理原则不能乱顺但是呢，你要立住原则啊，不要又显得很刚硬有原则不失柔软你看一刚又刚出执着来了有些人软又软成烂好人了都是执着要循中道。不能过，不能不及，像陈德自己修行，很多考题其中一题呢，就是考我不能做烂好人，我从小到大就被人家，连我妈妈都说你烂好人，然后，你爸就是烂好，你也是烂好人，然后啊。有一些同学，你出社会被人家欺负，这个就修行重点了。后来一段时间参什么？参慈眉善目跟怒目金刚，是一不是二。参了好一阵子，参到眉毛有点变粗了比较没那么软了。好，你们不要执着，一直看我的眉毛你看，随时都会有执着点，要听重点不要看到眉毛去了。是说相由心生，这个心变了，相也会跟着变这一切皆考验呢，看而怎么办？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到底在考我们什么？考我不能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不然我的好心变成害了他了，那这个是我不愿意的了。要懂得修了。我们要像老和尚
不然你跟他不白学了。那我们都听过一个公案呢，啊，大家会用啊，啊，有一个同修跑到香港，啊，见到老法师很激动，跪下来，老和尚，你今天不帮我圆顶啊，我就不走了，啊，老和尚说，好，你不走，我走啊，这个。没有障碍啊，你不要跟他杠上了嘛。好，你不走我走。哦，不要跟对方顶，是吧？啊，假如他给我做这个动作，啊，你不是威胁我吗？啊，这，哦，你看我的情绪被他带起来，啊，你看人家老人家，你不走我走啊。好，所以，假如我们最近有烦恼啊，就是我们有着相了，着相了，进一步又动心了，动了情绪了，跟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背道而驰了。哦，这八个字是我们修行的重点啊。哦，所以自己要反观，昨天甚至早上，我为什么有烦恼、有情绪？我的执着点在哪？我们观不到，以后同样这种烦恼啊，会在不同人跟事当中再次出现的，因为这个执着还在呀、啊，它遇境逢源呢、啊。这个执着就会上来了。哦，比方，哎呀，要过年了，又得见我婆婆了。你看，还没见，烦恼上来了，又得见谁了？哎，你看，我的烦恼怎么造成的？都是他造成。你看这种认知啊，就我们佛法是内学啊，这个认知是什么？把责任都往外推了，跟佛法的教育完全背道而驰了，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也不是莲叶幡动，是吧？是我们的心动了。哦，所以一切皆考验了，到底考什么？考我们不要落印象啊！落了印象了，事情还没到啊，哎呀，那个紧张劲就上来了，啊，对立的劲就上来了，心上为什么都放这些印象呢？心上为什么不放阿弥陀佛呢？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不够老实念佛，够老实念佛了，心上就没这些东西了，就是放佛号了。哦，用佛号把心里面那些过往的垃圾、垃圾清出去啊！啊，你看，像刚刚我这个垃圾是台湾的念法，垃圾是大陆的念法。啊，那怎么办呢？啊，那很简单嘛，你念到呢，大陆跟台湾不一样，你说大陆的念法是什么？台湾的念法是什么？不就好了吗？啊，不然你又照大陆的念法，改天台湾同学又冲过来，你念错了啊，都恒顺众生啊，皆大圆满，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念，不要执着啊！不然是，我是台湾成长了，我就是这个念法。你看，你执着境也来了。
学佛改个性了、啊，哎，好、哦，一般说牛脾气，很会钻牛角尖，哎，这些都是修行的重点了。哦，最近要过年了哈，哎，知不知道考题会考什么啊？一切皆考验了，看怎么办？对镜若不是，须再从头练了。你看不清楚境界在考什么，那得重考。啊，我们以前都很紧张啊，怕重考啊。以前在学校里面，现在修行啊，也要注意哈。不要连考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就稀里糊涂了。啊，这个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啊，这个父子有亲很重要。啊，哎，我们从出生跟我们缘分最深的就是父母。啊，我们跟父母相处的啊一些心境，甚至是心结，可能都会反射在其他的伦常里面。哦，比方说我们会落父母的印象，那你就很容易落别人的印象。啊，你对父母都不够柔软。你说你会对别人柔软，这也不大可能。哦，所以跟父母的相处啊，哎，再投影出去啊，可能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跟人的相处。哦，所以假如我们现在跟同事啊，跟朋友相处啊，哎，相处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哎，可以从跟父母相处啊。找到蛛丝马迹，找到源头，这个《孝经》说的"爱亲者不敢恶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因为孝打开了我们的性德嘛。哦，你性德打开了，你就不是用习气，不是用好恶在待人啊！哦，我们看古代这些官员很孝顺的很多啊，大家去看那个德育课本，绝大部分南宋啊，在里面的之后都是官员，他圣教学得好嘛，有机缘了他就出来。利益国家了，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哇，他们爱民如子啊！哎，这个都从孝延伸出来的哦。哦，所以地藏王菩萨，接下来是观世音菩萨，四大菩萨的表法。第一是地藏菩萨，啊，心地宝藏。我们开发自己的性德，下手处啊，孝亲尊师呢？好，所以你恒顺众生呢，也要从父母开始练哦。所以孝顺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受持大乘佛法，普贤十愿呢，不困难。你在其他的国度啊。不容易哦，所以大乘佛法是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啊，我们有那个根性啊，但是大家别着相啊，啊，听到这里啊，你看我中国人啊，我是中华儿女，又着相了，请问我们从小是受功利思想啊？还是受五伦八德的思想啊，不然我也可能是什么香蕉人，
外面是黄色的，里面是白色的。啊，现在要把白色把它恢复黄色啊，所以赶快补习啊！老和尚说补习教育啊，不然我也受好莱坞电影影响很大啊。当然好莱坞也有好电影啊，但是问题是好坏不会分，全看啊，学好中年不足，学坏一日有余。你看看一个有杀盗淫妄的片子，那就完了，就染得很厉害了。哦，所以李炳南老师啊，说这个参加啊佛学讲座啊，参加2个礼拜、3个礼拜，看一场电影啊，就退回去了。啊，在修行的路上呢，敬一退九。好，那大家想一想啊。啊，我们听了哇！你看，几十年前，慈光图书馆啊办佛学讲座，2、3个礼拜啊，看一场电影就回去了。重点是什么？这段话要拉回来我们身上啊。请问大家啊，我们一天念1个小时佛啊，滑一下手机。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越滑越亲近啊？越滑，都能想起经教的思维。哎，老和尚每一句法要拉回来呀，我们才有受用哦，不然又执着了啊。那老和尚讲别人的哇，所以善听法都不简单啊，老和尚有一个专题叫"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啊，要善思维，啊，要善听，要会听法，要离执着去听，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不离相了，你听的大乘佛法都是世间法，因为有执着啊。你不执着了，啊，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你用觉性去看，六尘都在说法。你一看到石头，我可不能像石头这么固执，他有没有在说法？啊，你一看到鸟，就想啊，孔雀、鹦鹉、舍利，嘉陵、屏前，哇，你是在想极乐世界了。你假如是烦恼啊，你有执着了，这鸟怎么这么吵啊？好，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哎，比方说你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念的心蛮清净的。啊，哎，从念佛堂啊出来，感觉跟人应对啊，哎，都应对的很真诚，啊，很得体，哎，自己也感觉状态不错。那就是因为你的心比较清净了。哎，也有时候感觉自己，哎，怎么又讲错话了？啊，然后哎，怎么事都不顺了？啊，怎么祸不单行了？哎，我刚刚叙述的这个可能是在同一个礼拜出现的。哇，刚从念佛堂出来了啊，去打了，一天佛期出来啊，第一天状态不错，啊，到了第七天觉得事事都不顺，那明明都是自己
啊，就是心上的执着越来越多了，你看什么都是烦恼。哎，心地清净了，你看什么左右逢源，头头是道。所以为什么要把念佛摆第一呀？重点就是念佛重视的。啊，行住坐卧能提起的，烦恼就少了，佛号多了嘛。啊，烦恼轻了，智慧会长，事情才会处理好。不然呢，我们那个恶性循环都跳不出来。因为用烦恼去解决问题，问题会延伸出流弊。甚至越处理问题越复杂，哦，所以要处理问题呀，也不要着在哪个人哪个事处理不了的。处理问题呀，要从根本处，君子务本。根本是什么？根本是自己的心。请问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啊，我们的正思维有没有？哎，我现在要处理事了，最重要是我的心。我们明白，我要处理事的，冲啊，就陷到事里面去了。陷到事里啊，就是着相这个责任心太重的人呢。那叫过，也是执着。啊、哦，有时候同仁在给我汇报事情，啊、哦，他给我追踪事啊，啊，我说，我上次跟你讲了，啊，这个事啊，我先跟谁打个招呼啊，我再回应给你。我上次就跟他讲了，他又问我了。说实在的，我是先肯定他。责任心很重，啊、哦，但是有点过了啊，啊、哦，你不能，你太执着了哦。他一听很受伤，人家很认真做事，哦，所以要懂得人情世理啊、哦，不要伤人家的心啊，调剂人情啊，才能发明事理。责任心太重了，叫过了，会怎么样？身心不放松。好，你做起事来啊，就一定要把它做完，你才善罢甘休。啊，然后一做做做做，哎，一看晚上12点了，哦，隔天又睡不饱，哎，那个做事的执着劲啊，事是做不完的。啊，没有很紧急的，赶快养精蓄锐啊，睡饱一点，明天精神好处理。不然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处理完，不然我不睡了。你看那执着劲又上来了。好。哦，所以关心为要啊，心上不能让它出现执着点。哦，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都不出现执着点，出现很正常。问题是我们要经一事长一智。啊，我昨天那么烦恼啊，这个执着点在哪？我得把它找出来啊。哎，你没有找出来啊？经一事长一怕啊！大家有没有经验？你落了印象了，同样的事，你还没发生，你就开始担心了。哦，所以我说，哎，要去见婆婆了啊！有没有开始紧张了？啊，要吃年夜饭了啊！你突然一反观。啊，说不定你就开悟了。
哎，大家有没有听过韩国一个祖师啊，圆桥法师啊？啊，他到中国来啊，要访名师啊，结果有一天赶路啊，都黑夜了。啊，渴得要命，就是找不到水了。啊，但是整个大地一片漆黑啊，刚好感觉到，哎，这里有水了，哇，太高兴了，捧起来就喝啊，这个太甜，太这个甘甜了啊，喝完也太累了，睡着了。啊，隔天醒过来，天亮了，一看他在哪？在坟墓里面呢，啊，昨天喝的水呢，旁边还有一个尸体呀，那个水流下来了，哇，当下他都吐了，哇，一下要吐了，回光返照开悟了，我们错过太多开悟的机会了，这个公案不能白听啊，哎，我为什么烦恼了？一看啊。我就是什么没放下，就开悟了。啊，老和尚说，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改正自己的过失啊，叫真修行。哎，我们今天终于观察到了，不能观察不到啊，观察不到啊。今天又稀里糊涂过去了，啊，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进啊，都没有进步了，没有进步就是退步了。啊，我们不能因循怠惰了，警觉性啊，越来越高了，观心为要啊，哦，要关照到。心念偏在哪里的？所以现在不能打迷糊仗了，一生烦恼，马上要反问自己：我刚刚为什么生烦恼了？啊，包含要看到自己啊，做事的惯性。我们一遇到事啊。很多习惯就现前了，哎，关照得到，才能在工作当中修行，不然在工作当中啊，本来的错误的习惯也会越来越加深。啊，比方处理事情要从根本下手，本是我的心。哇，能够这样就往内啦，不是往外啦，往外就着相了，往内就反观了，观照了，所以佛法叫内学呀。哎，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呀，更重要的是要用上啊。佛法是内学呀，要往内。就不会取向分别了。一不往内，那就着相生烦恼。所以我们看看佛法无边呢。请问这一句"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要在那里用啊？Anytime, anywhere。啊，我最近又有一个执着点在考验我，我不想学英文，境界就逼着我得学英文。啊，那我得放下这个执着，去面对学学英文也不错，是吧？啊，你跟外国人聊的时候，或者跟华人，他受英文教育的中文又听不懂。哎，很多华人，那比方说越南华侨，他移民到澳洲去的，他可能中文也不是很熟，甚至不会听了。
哇，你讲几句英文，他就亲切得不得了，是吧？先已逾过牵马，让人家欢喜欢喜，所以我到一个地方演讲了，像我上一之前，在庐江，有一次跟妇女同胞交流，为什么？天下太平之根本，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当然要主动的跟妇女聊一聊。哦，也要跟年轻人聊一聊啊，因为道场里面不能只有老的。哦，所以这一句“喂猪宿内，做不请之友”，也挺重要的吧？结果我就先问了。这和安徽的聊天怎么讲？叫拉拉呱，东北叫唠嗑，是吧？讲法不一样啊。那我为什么要学这一句呢？因为我沙盘推演呢，这些妇女呢比较朴实啊，看到我他们会紧张，我得讲一个家乡话，他们就比较不会紧张了。人不清土清嘛，所以果然我一说，大家不要紧张，今天只是来喝喝茶、拉拉呱，他们就笑了，接下来就好聊，假如那种紧绷的气氛一直没有去掉，我看我讲啥，他们也不记不得了。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很紧绷？绷吗？我开悟了，没见过吧？都是很放松，身心很放松，突然一个叶子飘下来，悟了所以淡里宜柔个性比较容易紧张的要记住这一段话了，格言联璧说的，你要深入义理啊，宜柔。身心要很柔和，很放松，悠游含有，始可以自得。你很放松你看那个鱼在水中游很放松吧？含有那些教诲你很放松常常在内心里面品一品这一句法语。你就会品出一种领悟出来，心有所得了，所以看看鱼也提醒自己要 relax 要放松你们没有看过那个鱼，有的时候肌肉僵硬吧？没有吧？好，你看六成都在说法吧。那做事不能养成执着的习惯拉回来根本，君子务本请问这一句在哪里？Anytime, anywhere，你看那个心法的东西，就是你随时要用，你只要不照本你去处理事，都搞什么事啊？搞舍本逐末。本末倒置，横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哎呀，这句话讲得有点狠，好，不过你看，话已经出去了，收不回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不起因为我看你们的脸庞都很熟悉了都是自家人，有时候讲话会比较直接一点所以你看，老和尚指导我们
你心无染浊啊，才能离烦恼啊。你一有浊了，你烦恼就来了。哦，所以，我们看195页啊，难行在哪里呀？外着相，内动心。哦，佛不是明明教，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所以啊，这装不来了，勉强学呀，学不来呀。你得长期立誓练心呐，啊，长期慢慢练成，时时能够关照自己的心念，关心为要啊，才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啊，你勉强学，你很用力学，你不放松啊。那也学不来啊！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博士毕业在教大学的年轻人，哇，他一见到我啊，说他想学弘法利生呢。哇，我一看到这样年轻人，挺可贵的哦。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教学任务很重啊。都讲的没什么气的，工作量比较大，结果他还每个礼拜来找我，啊，我当时就掺一句叫"舍命陪君子"啊，真的是很累了，人家开车开了一两个小时来，回去还要一两个小时的，哦，他就礼拜五就跑来找我，礼拜天回去。好，那你要随缘哦。哇，结果啊，他就很想学呀，连续来了好像是4个礼拜呀。我看他脸上的表情啊，一开始还比较放松，到了第3个礼拜、第4个礼拜，看我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就介绍一个。电影啊，这个剪接的啊，精华叫《商道》啊，有2个片子真的拍得不错啊，但是你们不要去追剧啊，看看精华录就好，不，看看这个它的精华就好了啊。我们再透过群组啊发给大家参考参考啊，但是你不要看完去追那个50、60集啊，哎。好，那个依照我们还有精华12集啊，这个叫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啊，这叫恒顺大家喜欢看剧啊，但是要看出知道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啊，要看出什么？看出呢，不能增长自己的道德学问的东西，别看。哦，那个商道里面那个主人翁叫林善沃，他就急得我要赶快做生意，我要，哦，他就很着急呀。当然，他前面呢。啊，因为父亲去世了，他要很快赚到很多钱，因为他是被另外一个商团陷害的结果他的老板，叫洪德柱，有一天晚上就去看他，一看到他，你在看什么书啊？哎，看丝绸的书。你在铜器店为什么看丝绸的书呢？我要赶快会做生意呀。
大家注意到我刚刚那一句词没有？赶快会做生意，重点在哪？赶快，哎，有没有直播点产生呢？人执着点一产生呢，你的自信的照用，自信照是什么？自信不是照一个角度的，自信大圆镜智啊，看看那个镜子全照。但是只要一执着了，那其他的地方就不容易看到。比方说，我们一执着先生的。哪一点不好，他的优点就看不到了。哦，曾经有一个女子啊，哦，刚好上完课，啊，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哦，她回去还挺老实的，啊，她就写优点、缺点。哎，优点还写了几条出来啊，静下心来。缺点呢，一条，赚钱太少。你看哦，怎么赚那么少钱？赚那么少钱，啊，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优点就看不到了。我们去感受感受，人一执着，自己的心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越感觉得到啊，你就不愿意糟蹋自己的真心。观自在菩萨，观我的自性在不在？观我当下自不自在，一起分别执着就不自在了。哦，所以这个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哦，来来来，我赶快会做生意。结果这个红泽猪就告诉他了，你到底在急什么？你在急什么？我们那个着急呀，会在修行起作用啊。个性急的人，这个急会在哪里起作用啊？哎，不是开车的时候会急呀，学习也会急。心在哪？在作用。你不能顺父母了，你要顺丈夫啊，顺太太不容易了，都会起作用的，因为是同一颗心嘛。好，那你在急什么？你以为做生意就是赚取金钱吗？做生意是赢得人心。你看人一执着啊，他看什么事就看得很浅。他不看不深的，他也看不远的，执着来了。哦，最近刚好有机会接触年轻人啊，我也是主动去接触了啊，不然到时候今年这个6月啊，又有青少年汉学营啊，我不常常跟他们熟悉熟悉。这个言语的频率啊，到时候还要接半天才接通，是吧？哎，常接触了，哎，一看到他们，哎，一讲话，哎呀，陈德法师怎么这么了解我的心啊？哎，这样，他们就肯定我讲了啊，真是讲到我心坎里去了，是吧？哎，知其心，然后才能救其思啊。你要了解亲戚朋友在想什么，你跟他讲的话才会去他的机吗？哎，这个年轻人啊，最近为情所困，然后呢，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挺烦恼啊，他说对呀。我说，你最近这一段时间烦恼啊，哪一句经典的话用上了？
他说一句也没有。大家看看，啊，甚至于有人《无量寿经》都会背了，你真正遇到境界，你一句也用不上。这都是修学，藕益大师说修学出了问题了。藕益大师提醒了三点啊：好多不好精，贪多。哦，我也见过很多很喜欢听法的人。啊，一有大乘佛法，一有般若可以听啊，就高兴了半死。啊，结果一听跟他交流，觉得那个悟啊，都会悟偏。啊，very dangerous。啊，你看他很爱大乘佛法，他会悟偏。大乘佛法都讲心性。你连世间处世待人这些心境都不到位了，你要去悟更高的菩萨道，即相离相、三轮体空，那只是听高兴的了，你用不上，要打基础，要从哪里打？孝道，你的性德才会显，要从中恕之道。啊，中恕为道不远。啊，今天你听般若听得很高兴，啊，跟人家相处常常闹情绪，啊，那你这个般若就有点贪听啊，还是要清楚自己的状况。哎，净业三福啊，第一福是基础。你真的可以慈心不杀，不恼害众生啊！你真的练了，你那个慈悲心啊，也越来越提得起来。哇，你在听般若，般若味重重啊！你现在又贪了，我要听贪般若啊！你都不去敦伦敬分，你的境界提不上去。哦，我刚刚提到了啊，这个灵上卧他是太着急了。我现在看学法着急的人真不少啊，一着急不能安住当下，你就不知道当前在考啥，就不知道自己的心偏在哪。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说心浮气躁？这个要调伏，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只为慌张啊。哦，所以藕益大师讲了，不要好多，不好精，不要贪法，贪不能换对象哦。哦，我是听这个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一直听，一直听，听了几年，哇，从哇老和尚这一个专题好重要啊，哎，听到这一段很重要，这一句很重要，这一个字很重要。这听法要听深入啊，不能贪多啊！啊，你比方说，学佛是学做佛，做佛是心去做佛。我们都说我在学佛了，那要问自己啊，我的心是不是真心啊？这样我才是在学佛啊！那这一段教诲，你放心上了，接着要什么？解行相应喽，所以藕益大师讲第二个修学，求解不求证，只是听经，只是理解，没有去行，没有去证，解行脱节了。
哦，所以听法听得多啊，没有去行的人哦，有一个特色，他一开口讲佛法就停不下来，好为人师，因为不力行，但学文会长浮华。注意哦，讲话停不下来啊，会把人家的物门堵住。然后会让对方啊产生，哎呦，他又来了哦，很怕遇到学佛的人哦，会影响人家爱要佛法。不能攀援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啊，看人家的眼睛不够相应了，不要好讲，多倾听。啊，你才知道人家的遇到的是啥事，心里是啥状况。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呢，藕益大师讲的第三点，逐末不求本。一遇到事，都陷到知末里面去，不求本。哦，所以这个年轻人。为情所困呢，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诸苦皆从贪欲起，你现在的苦不是因为你现在遇到了这个人跟事，啊，也不是对方的爸爸妈妈，我们很容易，你看我们本来挺好的了，啊，去见了他爸爸妈妈就变成这样了。啊，都是推出，把责任都推出去了。我说啊，我们东方，这个中华文明，他谈感情不是我俩是什么？我们看喜帖怎么写的，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女儿是吧？啊，选了一个日子，啊，代表这个婚姻要和和啊，那两边呢，要和气呀，缘要比较好啊。哎，人跟人的缘就四种关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我说你这么有把握，你结了婚就能给人家幸福啊！我相信你不是只是玩感情啊，不是啊，你是要结婚的。那我现在请问你啊，你觉得一个好的男人呢，要具备哪些条件？那你现在呢？啊，你现在都不去努力成为一个好男人，你就在这个欲求当中陷在里面痛苦那么久，你都爱不了自己，你怎么爱他呢？他抓不到本呐，本是什么？本是你的心，本是修身，你的心都管不好了，你还能给人家幸福？那不可能的，你都不自爱了，你能爱人？哎，所以大学讲得好啊，格致成正就是心地功夫啊。你能真诚呢，你的心不会偏斜了，你的身能修了，接下来才是家能起呀。啊，我们现在一激动呢，前面六个都。五个都不要了，我直接要齐家了。你放心，嫁给我，我就给你幸福了。哦，诸位女同胞啊，自己要会判断啊，不然会在劫难逃。哎，那都有业力的哦。所以啊，不要陷到事里面。
拉出来，当个旁观者看看。我说，有一些省份呢，离婚率七成呢。那请问这70%离婚的，他当初要走入婚姻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他会离婚？他也是爱得死去活来啊，结婚了，为什么后面是这个结局？那一开始说破了什么？缘分遇到了，那都有业力的。啊，明明是来讨债的，看来还是挺喜欢，因为你得还他债啊。你看他不喜欢这个债，怎么还呢、啊？除非你什么，你有定力，你有戒定功夫，你看人冷静，你不会被自己的业力转了、啊，你有愿力。哎，你有愿力了，嗯，我不想去害一个人，到底他的价值观？跟我能不能合？你的态度不一样啊。哦，哎，没关系，过去生情缘很重啊，我用法缘跟他结，不结情缘。这情结情缘哦，思想观念又不一样哦，大家沙盘推演一下，这一出戏接下来会怎么演？演了又冒两个人出来了。哦，然后这个太太，我要这样教，那我只能阿弥陀佛，是吧？哦，你看，三观呐、啊，现代人强调三观呐、啊。哦，我在这一条路上啊，看看看，看不到啊，啊，会。弘法利生会很高兴的，啊，会像我这样，7-Eleven 啊，365天无休啊，看一看，嗯，啊，假如找这个呢，铁定他会很痛苦，配合我，不能让人家痛苦，很多事根本勉强不来的，人要看得破啊，不能勉强自己，也不能勉强别人啊。自己看清楚叫自知啊，看清楚别人叫知人啊。啊，我跟这年轻人说，你首先要自知啊，你才能提升你自己呀、啊，不然你都是随业流转，都是烦恼丛生。看看人家了凡四训怎么改造命运的。了凡四训都读过了，哎，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啊，念书啊，不要啪啪啪一下硕士博士啊，不好。大学毕业了，工作工作，人是锻炼锻炼，才知道自己学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不上。啊，你。2、3年工作下来，你再来读书不一样了，会很珍惜的。现在为什么读硕士？我好像也不知道要干嘛，读吧。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读的又没什么收获，真是阿弥陀佛。所以啊，有时候当我们陷在事里面的时候啊，告诉自己，出来一下，出来一下啊，当个旁观者，看看自己现在的戏码状况是啥。啊，再来呢，想深一点，想远一点。哦，你一想远了，眼前这个纠结啪就打开了。你想远一点，你现在你还能够去讲人家哪里怎样啊？你自己缺一大截，你还讲别人。
你真正改变了，人家才刮目相看的嘛。哦，这个都是可以转变的。哦，所以老和尚说：“看得破，放得下，要看清楚自己，就不会强求。要明白一件事：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是你的，跑都跑不到，跑不掉；不是你的，强求不得啊。所以人都是自讨苦吃啊，缘就不成熟，你就硬要折磨的自己半死，对方有没有，那是对方的修养。啊，往往干的是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呢，这样不好。啊，我刚刚提到啊，有个年轻人啊，连续3、4个礼拜啊来学要弘法利生呢，啊，学到最后听我讲话，脸都是揪着的。后来我让他去看这个商道啊。精华，我就是让他看那一段，你在急什么？你到底在急什么？看完他也没注意到这一段。最后呢，我就给他点出来了，学东西不能着急呀。哎，他突然悟了，他说：“哎呀，我想到了。”很认真读书啊，从大学、研究所、博士啊。他说，他基本上呢，只在2点活动，一个就是他家，一个就是学校图书馆。他基本上不去其他的地方啊。你说这个人善根厚不厚啊？财色在。还引不去他呢，哇！你看那种年龄啊，那个女色都引诱不了他，也不简单了。他就这样读读读读读，他说怎么读呢？好，比方说今天第一堂课，老师啊发下来参考书籍这些东西呢，他马上到图书馆啊，把这些书通通找来，一本一本贴进去，这就是他学习的习惯。所以他今天看到我了，他是什么状态呢？要把我讲的每一句话记进去，啊，要 download 在他的脑子里面。哇，你看这样学法会怎么样？当然越记，身体越紧绷啦，放不开啦。老和尚啊，在10年因缘里面有讲一段呢，啊，哎，学讲经怎么学的？不是死记硬背呀、啊。你看老和尚说，老师讲一句，你会一句，死的，不能活学活用。东方的东西是活的，你那种。死记硬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你要长期跟随，啊，慢慢去观察，啊，掌握老师的思想体系、老师的心态、老师讲学的善巧方法在哪里。甚至也可以说啊。你什么时候再学，你都不知道，那不是刻意的，啊，是悠游含泳的，身心放松的，啊，他我讲每一句话，他巴不得就吞进去，难怪到第3、4个礼拜，我看他的脸都揪在一起了，哦，所以老和尚这里讲。
装不来的，勉强学学不来了。你不能太着急呀，你不能太刻意呀。啊，你不能有一个执着劲来学东西呀。哦，所以啊，要真正的功夫啊，其实功夫就是放下，才能永离热闹。哦，比方说我们要放下什么？诸苦皆从贪欲起。这句话你真的解了，要怎么行呢？观自己的念头，要把贪求放下，就会明显感觉。我最近啊，情绪起伏少了，啊，我们常常我为他好啊，这理由非常合理，但是在骗自己。你为他好，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夹杂着要求、控制？你为他好，你没有控制，你也不会有情绪啊。你还能耐心等待啊？啊，佛菩萨等我们等了多少世了？生生世世随足于我啊！啊，包含老和尚也是啊，顾念我们多少世了？难怪我们一听他老人家讲经就很欢喜呀、啊，那绝对不是这一世才遇到他老人家的。啊、哦，这个法不能囫囵吞枣，不能走马看花。学一句，要领悟一句，要落实一句。所以诸苦皆从贪欲起来，就要练不起贪求的心，不起要求的心，不起控制的心。那说实在的，这事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呢、啊。因为习惯控制了、啊，它有一个过程呢、啊，深处转熟，循序渐进，这还急不来，急了还会上火，急了还会没信心，是吧？急了还会算了，不修了，算了，不干了。会上火的哈、哦，要怎么做呢？哇，你看老和尚指导的够细的吧？难行能行，慢慢的学。啊，这个慢慢的不是有一天没一天啊、哦，慢慢的是不要着急。这个文字要解对啊、哦。然后老和尚说慢慢来啊。啊，结果你本来就是慢郎中，你还拿这一句当借口，哎，逐步逐步放下，一下子放下做不到，先从哪里放下呢？先从身外之物练习放下。哦，那这么具体的指导，我们就得依教奉行了，啊，身外之物包括。钱财、珍宝、产业啊，但是在放下的过程，不要又出现执着点啊！我要依教奉行，如入无人之境啊！钱捐出来了，结果家里人买米的钱都没有了啊！家里人全跳起来了啊！哎，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执着点产生哎，执着点没产生哦，像镜子一样哦，会考虑的比较周到啊。执着一产生，就冲到那里去了，飞蛾扑火，执着了。哦，能放下你所爱的身外之物，逐渐逐渐的放下。
好，那这个就是张家大师教布施。好，那这个整个过程，啊，从不喜欢的物品，也不轻易送，啊，进一步不喜欢的，自己可以留着用，喜欢的送给人，啊，新的送给人，旧的可以自己用。哎，到进步到我只有这一样东西，啊，心爱的也能够割爱，就慢慢这样练。哇，后面这里又补充了一点呢，啊，这一段后面可是单单修施舍啊，啊，若不学也看破啊，施舍是很难过的。你最心爱的东西要舍出去哦，有没有觉得要扒你的皮？啊，要送出去一点，有点辗转反侧。哦，哦，所以这里老和尚慈悲哈，哎，要布施啊，同时呢，用看破，用智慧来帮助放下。啊，看破是智慧。所以智慧啊，要天天增长啊，这样施舍之后啊，心里会有法喜哦。哇，你看用智慧了啊，不止不会啊难舍，哎，还会舍出一种法喜，会很欢喜啊，不会舍得很难过、很后悔啊。这个是永离热恼的秘诀。啊，因为有智慧了，哦，当然，智慧怎么来呀？慧虚闻，这个黄念老这两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太重要了。慧要靠闻法，啊，大家应该有经验，啊，比方说你一。闻法一直在听老和尚讲忍辱忍辱忍辱，你会不会觉得那一段时间呢比较忍得住，在境界里比较容易提起来了？那个就是闻法熏闻成种啊，它会起现行啊。你闻法不断了，哎，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哎，好像遇到哪个境啊，突然无量寿经那个句子就上来了，还跟这个情境很相近。你也没有刻意去想，它就冒出来了。那个就是你自性里面呢，会起觉招，那代表你平常啊不会胡思乱想。啊，你比方说，哎，最近遇到这个境，哎，冒起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哎，皆当别离。哇，那个，这个现在过年了哦，哇，比方说你们家很大，挂个灯笼要挂多久啊？哇，那真是工程啊！哇，哎呀，大扫除，哇，家里大，爱玉荣华不可长保啊，生活啊。往简单的方向走。哦，你看，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那个老和尚讲，啊，他到美国去啊，哎，美国人这房子特别大，啊，老和尚说是人住房子还是房子住人呢、啊？哦，礼拜六、礼拜天割草啊，说哇，忙得不可开交了，请人工钱好贵啊，都算小时了。舍不得啊！哦，所以老和尚常提到啊、哦，他当时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哦，给他准备一个房间，我去睡过啊。有一次啊，我要离开香港啊，你去哪？师傅，我到台北办点事。
啊，台北我有一间房间啊，啊，钥匙交给你啊，住几天？老汉让我们住是让我们学习的啊，他当初住的玩的床很小的，哎，确实整理起来很轻松啊，咔咔咔，棉被就折上去了。那整理起来那么小一个房间，哦，所以为什么出家人叫方丈？啊，这个方丈住持住的地方叫方丈，哦，一丈见方而已啦，不是很大啦。嗯，哦，所以这个都有道理的啊。好，哦，那这个黄老会虚文。定虚习，这个定功啊，要练习的，不然我们遇到境界，这个心都定不下来。哦，所以啊，我们尽量啊，每天固定时间念佛，这个就是习定。啊，当然，不要听完我这个话哦。念佛是习定，其他的不是。哦，那就又听偏了。定要随时随地练。啊，你能排出固定的时间呢，它能提升。但是你提升之后啊，要用在一切时，要专注，不能慌张，不从容。走路要定，不能慌。啊，一举一动，缓接连，物有声。啊，不要一拉窗帘，结果扯下来了，又得重买，又得修理，那个一定是心燥。啊，讲话也是习定。这个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你讲话一快，心就跟着动，一切言动都要安详，这个都是习定。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统教出来的孩子，他是小大人？那小恶语第一句话就是"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而。以前的环境呢，他都接触大自然，他的悟性呢就在大自然当中陶冶，然后他在大家庭里面呢，父母啊以身作则，他就被那种父母长辈的身教啊在陶冶他，所以他对经典不会反感。啊，我们今天父母说赶快读经，赶快学经，然后父母的言行又跟经典不相应了，他会反感。那这个我从小也不是传统文化这种私塾这个教育的，哎，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啊，我们父母那一代呀，还有传统文化熏陶。所以他们的一种道德的威严呢，让我们终身都很仰慕自己的父母。哦，那这一点，让自己身心啊，这心灵啊，很健康。啊，大孝终身啊，慕父母。哦，古人这些话呢，很有味道。哦，那这个会要靠文法。哦，而当我们文法了，啊，我们也照着做了，照着做就是放下。啊，因为经典都是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落印象。啊，你越放下，
智慧越长，烦恼轻嘛，智慧就长了，你的良性循环就转起来了。哦，尤其你闻法了，啊，知道啊，愈思越多，越多又越思，啊，你就越做越不勉强。哦，你对这个法啊，有信心了。没有丝毫勉强啊，甚至于呢，你在思的时候啊，你还常常想到法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思之物啊。你在布施的时候还提醒自己不要放在心上啊。哎，心上放什么？放阿弥陀佛啊。你放在心上哦，这个过年也很麻烦。啊，你送送送，放在心上，嗯，他怎么还没回你呀？是吧？哎，烦恼就来了，哎，哎，这个时候烦恼不能着在他怎么还没回你，要关照我的烦恼是因为起了要求对方的心啊，我终于把这个贼王找到了，擒贼先擒王啊。哎，人真的能反观内照啊，真的不会觉得有坏事，就会觉得，哪怕世间人觉得不好的事啊，就是来提醒自己，来帮自己的。哦，就像那个年轻人谈感情，陷到烦恼里面，他一反观呢，他的收获就大了。他能找出他最严重的执着，那他不感谢这个境界才怪嘞！哎，所以能反观了，那就做善财童子了。哇，通通是来成就我的，通通是来帮助我认识我心上还有哪一些执着得放下。哦，那就人人是好人了。都是来成就我的，当然都是好人。哦，那是事事是好事的。好，你越感觉得到了，你这个法就越用越纯熟，你就越来越感觉感恩境界的提醒。所以你看熏习的好处啊，你遇到境界那个法。很容易起来那修行人的警觉性啊，敏锐度要越来越高，这样才能自爱。哎，这个念头跟自己自信不相应了，赶快阿弥陀，这样才是三皈依啊，皈依觉正净啊。好，比方老和尚说，积财伤道。我们能不能感觉到？哎，为什么积财伤道啊？这个布施啊，这个钱赚多了啊，钱赚多了，这个钱呢、啊，多了以后就在那里想了啊，或者想更多啊，哎，想放哪里呀、啊？哎，有没有觉得伤了自己的清净心呢？感觉到没有？对呀、啊，或者你们家东西多了，哇，会不会让你比较不清净？赶快送啊，有因缘就送，哎，不要听到我赶快送哦，就乱送啊、哦，哎，送也是道场啊，你要送适合的人呢、啊，啊，明明他经济状况很好。你还很常送他东西，那个穷得不得了了，你都没有送。哎，这个《论语》也有教哎，孔子是这个周急不济父哦，去帮助那个很紧急、很困苦的哦，不是去锦上添花送给那个很有钱的哦。所以送人也是
面对境界要清楚啊，不要一听陈德法师说送，啊，那你又法执了，又执着在我讲的这一句话了，你就没有在送当中练般若，啊，练面对境界清楚。哎，有时候你会送啊，就送出一个法缘来了，啊。啊，送到人家心坎里面去了啊，但是不能有自私的目的，不然就搞轮回业了。啊，你送东西让人家欢喜啊，都是为了让他更爱要闻法、结法缘啊，这样就对了。好，啊，今天呢？好像进度还没开始啊，时间到了啊，我们放下进度的执着。哦，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哎，这一段呢，我们上个礼拜我刚刚念的句子都是上个礼拜，哎，有没有味道？味道很浓啊，你要好好品它了，不能囫囵吞枣了。哦，所以这个同样的经教啊，不能只学一次啊，要重复学习，就很有味道了。好啊，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也恭祝大家啊新春吉祥啊，身体健康啊，阖家平安啊，福慧增长，阿弥陀佛。啊，也预祝大家春节期间啊，法会殊胜啊，因为人都聚来了嘛，哦，这个时候是办法会很好的时候啊，当然不是马上唱起，觉海虚空起啊，不是这样啊，哎，啊，这家里的会跟37天不一样啊，哎，家里的会要开着。不露痕迹啊，让家里人觉得，哎，跟你谈话聊天很愉快，很舒服。哎，这个也是办法会啊，要记住，先以欲勾牵，先了解他现在的需要在哪，啊，他的苦在哪，他家庭的情况问题在哪，你就能契机的给他一些负面。供养要多倾听哈，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对方的状况啊。而且你现在肯多倾听了，对方就觉得很欣慰了。现在人呢，工作生活节奏太快了啊，都找不到啊，跟人家好好聊聊天啊，稍微缓缓情绪，讲讲话就。就有治愈的效果啦，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